小心点，温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龙阳，欢迎各位早上好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孟展东。今天是2019年3月7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这个互动话题哈，其实之前呢跟大家也做过一个相关的互动啊。现在这个外卖行业是越来越发展的非常迅速，那外卖小哥呢几乎成为了大家天天见的好朋友了，可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人了。没错啊。那我们看到外卖送餐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其实也给道路交通安全埋下了隐患，因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不少的外卖小哥为了赶时间，在马路上闯红灯或者逆行，高速穿梭在大街小巷。所以针对这些问题呢，相关的整改方案也一直在尝试当中。比如说上海吧，从2017年底呢，上海浦东交警部门就跟辖区内的快递跟外卖企业协商定制了交通文明计分办法，通过绑定个人信息的外卖交通文明 APP 来对骑手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计分的管理。近日呢，上海浦东警方啊就公布了一个通报，2019年1月在浦东新区外卖企业交通违法多发外卖骑手名单当中呢，一名外卖骑手一个月之内违法次数是高达了13次，被记分达到40分，最终呢是被外卖企业列入到从业黑名单当中。还有那些记分在24分到36分的骑手呢，被要求到路上去执勤1个小时进行交通文明志愿活动。这确实是一个好办法啊，不得不说这个部分的外卖骑手那些交通违法行为确实也构成了安全隐患，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也设置为一个互动讨论的话题。各位觉得如何才能够从根本上来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现象？欢迎各位拿出手机打开摇一摇，参与到讨论当中。而且我觉得这个讨论特别有意义哈，你看，一方面其实是关系到每一个在路上的人的安全，同时对外卖小哥自身来说，这个事儿也是他自身的一个大事，所以希望能够听一听大家伙的意见，看看您有什么好的方法。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摇一摇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送书活动，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出50本好书。今天的节目你将会看到以下的主要内容。昨天，我国南方地区提前入汛，较平均入汛日期提早26天。湖南湘江、广西桂江等22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黄金投资再度引起消费者关注。北京黄金市场迎来了销售热潮，投资金销售相比首饰金提升更加明显。车回大地，万物复苏，一片生机盎然。第一时间带你欣赏全国各地花团锦簇的美景。我们首先来聚焦两会。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昨天迎来首场记者会，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就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高质量发展如何推进？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目标如何实现？我们来听听权威部门的回应。在这场发布会上，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经济有能力保持6到6.5%的增长目标，那么其中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成为了关键，要提升养老育幼等市场的消费能力。那现在这个养老，这是一个我们下一步要大力推动的一个服务性产业，抚幼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产业，需求量还非常之大，加上我们现在不完全统计超过2亿部的小轿车哦，还有几亿台的冰箱、电视机啊、洗衣机等等，按照正常的更新，那这个是庞大的市场。记者了解到，今后3到5年将大幅度增加各类养老服务床位，通过城企联动等方式，使普惠性养老床位增加100万张以上，实现幼儿园学位能力全覆盖，其中普惠性幼儿园占比达到80%以上，大力发展婴幼儿照护服务，加快支持建设一批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何立峰表示，我国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速很快，传统产业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改造升级空间巨大，新型城镇化正在加快发展，城乡居民消费水平不断增长。对于形势的看法就是稳中有进，稳中有变，变中有优，但是总的今年的趋势还是稳中向好的趋势。中国经济就像一片大海，疯狂宇宙之后它依旧在等，我们相信中国经济一定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气势，实现今年一定的目标。
昨天，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都分别召开了记者会，在这两场记者会上，混合所有制改革都成了讨论焦点。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和全国政协委员针对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在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记者会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表示，今年将推出第四批100家以上新的混改试点，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要打开进的大门和畅通退的通道。在重点领域混改，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在完全竞争领域混改，允许社会资本控股。畅通退的通道，就是遵循市场化、法治化的原则，既要让各种社会资本能够有序进入，同时也能够依法退出。而在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记者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也提到，近几年在放宽民营企业准入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展，但依然存在弹簧门、玻璃门、旋转门的问题。最近一段时间呢，你们手机用的那个资费水平啊，已经开始下降了，幅度其实还不小。我们已经分享到了这个电讯行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这种改革的红利，那放宽准入的改革是可以进行的，而且可以大见成效，其他行业也可以推动这样的改革。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在全国人大代表团香港团驻地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欢迎外资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市场，风险完全可控。就是我们说对这个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开放的，可以开放的步伐更多、更快一些，是吧？更大一些。那是因为我们积累了这么多年的经验，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以后，现在我们具备了这个条件。就是现在的外资的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的证券的公司机构进来我们这个市场呢，他们会发挥很积极的作用，而不是呢，带来更大的风险。外商银行、外资银行在我们这个市场的比例、市场份额，虽然他们本身都发展得很好，但是这个比重是下降的啊。现在外资银行比10年前是下降了一半。过去10年前大概2.3、2.4的比重，现在只有1.2，但比重是很小的。我们欢迎他们更多来，但是这个风险我们说完全能够把握。昨天下午，13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市代表团举行媒体开放日。作为中国创新发展改革的排头兵，上海在高质量发展方面有哪些新的举措和任务呢？在去年11月首届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提出了3个新的重大任务，分别是要启动上海自贸区芯片区的规划建设，并且呢要配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第三个呢，则是要全力实施长江三角洲区一体化的国家发展战略。几个月过去了，这3项重大任务究竟进展得如何呢？在今天的上海团的开放日上，上海市市委书记李强也对此做出了回应。芯片区的问题，我们上海市与商部初步议定了一个总体方案。第二件事就是在三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对上海来讲，最主要的是配合好相关部门，做好相关的工作。第三件事就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事情。最主要我们当前是与江苏省、浙江省一起在研究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相关的规划和制度设计。李强表示，将率先在规划管理、土地管理、投资管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政策等方面探索实施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发挥龙头带头作用。整个的科创环境，我们能够利用上海的和长三角一体化的这些优势，能够把我们的科技力量能够提升。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在上海呢是核心，我们可以利用长三角一体化
这么一个机遇，我们可以把我们的一些配件，我们的一些产品，我们可以向周边扩散。我想这个对我们大飞机的产业的扩散和聚集都有很好的作用。三角养老产业专业委员会、地区性行业协会、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共享，用长三角地域的新宽度解决养老产业发展中的新问题。在今年两会上，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成为了热点话题。科创板落地上海，为上海将带来哪些机遇呢？是金融中心建设和科创中心建设的联动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是资本市场资源对接科创资源的一个很重要的举措。通过这个资本市场的改革，能够使资本更好的服务于科创企业，服务于实体经济。上海还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积极培育和筛选一批隐形冠军优质科创企业上市资源。此外，在产业发展上，2019年上海还将加大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这三个领域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开工项目360个，总投资3300余亿元。目前在建的重点产业项目呢，有1800多个，总投资是7860亿。那么特斯拉纯电动项目呢，应该说是上海有史以来外资投资项目最大的一个项目，就制造业方面啊，预计在5月份啊会完成总招车间的建设，年底部分的生产线正式投产。要想真正做到高质量发展，传统制造业就必须要转型升级。但是转型之路绝非信手拈来、一蹴而就，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来说，每一步走的都如履薄冰。接下来呢，我们就到制造业重镇广东佛山去看一看企业面临的困扰。鲍杰军是广东省佛山市一家陶瓷企业的创始人，上世纪90年代起，他就在当地建厂生产起了瓷砖。但几年前市场突然的变化，让鲍杰军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销量急剧的下降，这几年呢，对我们这个行业影响最大的就是消费者迭代。几年前我们的产品还是包括展示都是富丽堂皇的，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现在需要现代的、简约的、黑白灰，比如产品的这个大型化，朝这个方向在走。鲍杰军立刻调整了产品设计，但想要真正生产出符合要求的新瓷砖却并不容易，既要融合互联网进行个性化生产，又得花大价钱从国内外购置各类先进的生产设备。比如压砖的压机要改变，要变大，我们的这种喷墨的设备要变大，说往前放几年做不出这样的产品，做不出来，你没有那种数字化的装备。新设备做出的产品重新赢得市场认可，但购置的设备都价格不菲，增加了新产品的成本。为了节能提效，他们改造了生产线，又购买新型的空气压缩机来降低生产能耗。整的一年下来可以节约大概30-40万吧。新压缩机运行的各项数据在企业后端的工业云平台上一目了然。有了这些数据，设备生产商可以远程运维，提高服务时效，还通过数据分析为用户企业未来持续优化生产、提升效率创造了空间。平均下来应该20%-30%之间是有的。假如说他原来一个月用100万度电的，他现在可能用75万度电就够了。虽然有成功案例，但传统企业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型升级依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据了解，即使在制造业强省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的比重仅为28.8%，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以上的水平。目前，广东省正在推动新一轮工业企业技术改造，让更多企业上云、上平台，主动在对接新的技术、新的这些互联网。我们的传统制造业里边呢，是明显的是步伐是比较慢，所以他们导致他们的制造出来的工业产品啊，品质跟质量或者市场占有率啊，都逐步的往下滑。
对于传统制造业企业来说，要想不被淘汰，就要面对转型升级。而一些企业无法通过单打独斗来实现创新转型，这就需要产业集群，拥抱新技术、新思路，才能引领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我们来看记者从广东佛山三水区发回的报道。位于珠江三角洲核心地带的佛山三水区，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渐渐集聚起水泥、陶瓷、饮料、有色金属等工业企业。最兴盛的时候，这里的工厂可谓是户户冒烟，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些企业一共有23家，大部分都要进行一个搬迁。现在整一个产业就是面临着一个转型升级的一个压力。一些高耗能低产出的一些产业，在三水工作了近30年的何小玲介绍，以前传统制造业在当地占比达到90%以上，这一数字去年已经降到了40%左右。不想被淘汰，就必须转型。但何小玲告诉记者，企业在转型升级时面临着不小的困难。他们不知道选择哪一个方向，市场是比较接受的，这个技术的提供，选择哪一方去提供支撑会好一点。整个转型升级过程当中的风险成本还是挺高的，它的风险还是要这个企业作为这个承担主体。企业无法单打独斗来实现创新转型，何小玲说，目前他们汇集了国内外100名以上的博士专家组成智囊团，为企业创新问题开展援助，同时确立智能装备、光伏太阳能、新材料等主导产业，打造产业集群。在整条产业链上上下游这个环节当中的一个共融，强强的联手，新兴产业确立下来，那么再给予我们一些新的政策去赋予它整个产业链条的一个强大的创新动力，来带动原有的这个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目前广东省已确立5大产业集群，支持培育制造业新兴支柱产业，支持企业开展技术改造。在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方面，广东省打造了1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和15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而全国现在也已建成共9家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通过创新平台去引导企业呢，在高质量发展在技术创新方面呢这个使企业整个这个创新能力，包括这个运行质量得到更好的保障。要在创新链上游下游之间呢做好衔接，特别是要解决从实验室产品到工厂的产品之间的这个共性关键技术的这个短板和弱项，防止这个很多的研发的成果呢跌入这个死亡峡谷。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这也是两会上非常受关注的话题。代表们普遍认为，传统制造业和工业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联姻能够为高质量发展插上翅膀。我们在推动这个智能制造的时候的话呢，其实不是仅仅在这个制造这一个环节，从研究开发到生产制造到市场营销销售服务所有的这个价值链的这个智能化都能够带来这个效率的提升。通过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技术，能够大幅提高生产效率，能够改善产品质量，而且提高产品设计周期。这个技术的应用将对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挥重要的作用。现在呢，通过人工智能、大数据的支持，你就可以把大部分问题通过电脑模拟就解决了。那么原来的研发周期，一个产品那么可能是这个什么要40个月，而现在你可以做到就是在24个月，那么就是甚至就是今后还更短，能够实现你的迭代。硬件技术那么就是趋于完善，那么现在就是更多的是通过什么，通过软件技术来更新迭代你的产品。代表们还表示，中国市场的开放程度在进一步扩大，中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程度也会更加激烈，未来中国的制造业必须要依靠智能制造加工业互联网增强自身竞争力。同时中国制造业也是在全球的竞争，所以要把我们在全球竞争的水平
从中低档向中高档发展。要实现整个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那我觉得信息通信业能够在这里边发挥非常大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工业互联网，它一方面是作为整个的这样一个基础设施，那么同时它也能带来新的技术、新的业态、新的模式。目前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心在哪儿？关键点又在哪儿？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央视财经频道的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看看对于这些问题他是如何考虑的。您认为今年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它的重心在哪几个方面？我们首先要抓制造业的发展的话，要从资金的脱实就虚转变为脱虚就实，吸引资本，各种资本、社会资金往制造业里进行投入，包括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也包括战略新兴制造业的发展，也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集成电路这些创新性的产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发展中呢，要吸引资本的话，就要增强制造业发展的利润，那么要增加它的利润，就应该降低成本。所以我很高兴地看到总理工作报告上讲到了，今年制造业的增值税从16%降到13%，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幅度的下降。第二呢，把制造业搞好呢，是要抓好创新驱动，要有核心竞争力。那么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呢，有三类。一类呢是原始创新，0到1无中生有的创新。第二类呢是创新以后的原理，把它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那么是1到100的这个转化阶段。第三个呢，转化为生产力的这个成果，大规模的投资发展，100到100万这么一个扩张。对现阶段中国的制造业来讲，您觉得这三个阶段哪个阶段最难？我觉得我们中国目前呢两个阶段难，一个呢0到1原始创新不足，在这方面我们可能还在大量的学习引进国外的一些东西。第二个呢是在100到100万把已经创新的成果变成巨大的生产力这个扩张阶段我们也不足，所以我觉得抓这个两端，然后把整个的三个阶段的创新形成个完整体系，这是我们中国制造业下一阶段要认真推进的。第三个呢，就中国制造业还要抓好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发展。当今世界谁掌控三链，这个企业就是这个行业的龙头。从研究开发、销售结算、物流运输，整个的供应链的系统配置，这种控制是由龙头企业控制的。我们这个制造体系里还缺少能够掌控产业链的纽带的龙头企业。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呢，我相信中国制造业企业里的一些重要的企业也会逐渐增加。两会期间，国际社会也高度关注中国经济转型，期待中国两会释放出更多积极信号。今年的两会报道，我们继续推出了大使看两会特别板块。今年呢，是克萨达就任秘鲁驻华大使以来首次旁听两会，我们来听一听他的两会感受。What comes to mind first is the economic roadmap that China is going to follow. 克萨达介绍，2019年是秘中双方签署自贸协定10周年。自协定签署以来，两国贸易额以每年10%的速度大幅增长，中国更是连续5年成为秘鲁第一大贸易伙伴和主要投资来源国。他期待双方还能够在更多领域展开深入的合作。We would like China to diversify its role in Peru. It's too much concentrated in mining. We would like to see China playing a bigger role in infrastructure, for instance. Also, we would like to see China more.Present in our agro industry, for instance. 两会期间，克萨达大使还频繁走访中国各大教育和文化机构。在北京大学的外国语学院，克萨达告诉记者，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华人移民秘鲁170周年。
他希望可以在这个特别的年份同北京大学签署新的交流教育协议，进一步加强毕中两国的人文交流。I think we need to have more interchange of professors, more interchange of students. I mean, there are in many fields: anthropology, history, culture, film, business. So there is a great range of issues that we can work together on.媒体全搜罗，新闻再发现。我们来看今天登上媒体新势力的几条新闻。首先来关注本组新闻的第一条。近日啊，上海浦东警方通报了交通违法多发外卖骑手，其中一名外卖骑手在一个月之内的违法次数，您猜猜达到了多少次？达到了13次，被外卖企业列入到从业黑名单。在警方公布的2019年1月浦东新区外卖企业交通违法多发外卖骑手名单中，一名外卖骑手在一个月内违法13次，记分高达40分，最终被外卖企业列入从业黑名单，成为浦东新区第一例因交通违法行为被外卖企业列入从业黑名单的情况。你一个季度里面扣满36分，说明你是一个经常有违法行为的骑手。我们公司出于自身的考虑，也考虑到他人，所以说我们就同行业进行拉黑。根据交警部门对2019年1月份外卖骑手多发交通违法行为类型的统计，驾驶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的次数为1777次，排在交通违法行为第一位。对于外卖企业交通安全管理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的情况，交警部门也对几家外卖企业和企业交通安全专职管理人员处以罚款，责令进行整改。从2017年底开始，上海浦东交警部门与辖区内快递和外卖企业协商制定了交通文明记分办法，通过绑定个人信息的外卖交通文明 APP， 对骑手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记分管理。另外的超过24分到36分的骑手呢，我们是要求他们到路上去执勤1个小时啊，进行一个交通文明志愿活动。还有一些骑手呢，违法比较多的，要求他们去通过网上的测试来提高他们的守法意识。显而易见，这速度被摆在第一位之后啊，安全就很难保障了。除了外卖快递骑手本身的交通守法意识可能相对薄弱，需要加强之外，企业在管理上的不到位、制度不完善，也是造成外卖骑手交通行为乱象的重要因素。业内人士就认为啊，这骑手违法，警企共治，交管部门定期检查企业相关平台的台账，督查企业落实情况，建立外卖企业交通安全管理的这样的评价机制，定期发布监管数据等措施呢，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震慑作用。但是要从根本上来解决外卖送餐交通安全问题，需要标本兼治，多方合力。那么对于这样一个事情呢，其实也关系到路上的每一位人的每一个人在这个出门之后路上的安全，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说说您的看法。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话题。外卖骑手为了抢时间，骑着电动车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您认为如何才能够从根本上来治理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第一时间的官方微博、微信来参与到互动讨论。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选择摇一摇当中的摇电视，摇动手机呢，还可以进入到抽奖页面。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出50本好书，欢迎您的参与。好，咱们看完关于外卖的这个交通安全的新闻之后，咱们再来看下一条。这条新闻啊，依然跟交通安全有关系。咱们大家都知道啊，高速公路应急车道是专门供应急车辆使用的通道，其被视为是救援的生命通道。然而呢，总有人在这样的一个生命通道上任性妄为，不拿安全当回事儿。最近啊，在四川攀西高速芦黄路段，一名女子呢和同伴为了拍摄抖音，竟然把车呢是停在了高速应急车道上，然后就地取材，在车来车往的高速路段拍起了视频。而她这一举动也很快引起了交警的关注。
被扣分罚款事小，安全隐患事大啊！在高速上拍视频，简直就是在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还给他人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这种行为不仅不风光，还是违法行为。希望当事人能够长个教训。我们也提醒大家呀，在这个平时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啊！特别是在高速路上行驶，一定要集中精力，严守交通法规这一关。安全出行是关系到自身，也是关系到家人。同时呢，您不仅是对自身负责，更是对家人负责。我们希望发现违法行为的网友能够及时举报，同时呢，也呼吁相关平台啊，做好此类内容的发布审核，不要引发模仿。对于这样的视频，如果您看到，请点一下举报，而不是为他点个赞。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条，再来看这条新闻呢，是最近在广东中山的一条新闻。随着天气转暖啊，雨水增多，在一些这个树林里啊，就长出了各种各样的蘑菇了。看着很可爱，但是树林里的蘑菇啊，您可千万得小心。这不呢，当地就有三个人是误食了自己采摘的毒蘑菇，被送医就诊。这确实是一个想象不到的意外哈。事实上呢，我国每年都有毒蘑菇中毒的事件发生，以春夏季最为多见。这是因为啊，毒蘑菇的种类非常多，有些呢很难分辨，即使是专家，有时候也需要借助专业工具才能够辨别清楚。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预防毒蘑菇中毒的根本办法就是不要随便的采食野生蘑菇，以免发生意外。而如果一旦出现中毒的症状，一定要紧急到医院去就医就诊。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接下来是由龙阳为您带来今天第一时段的《看天下》。水利部呢，昨天发布了消息啊，受到最近降水的影响，湖南湘江干流及支流消水，广西桂江、广东北江上游干流以及支流五江等22条河流都发生了超警洪水，超警的幅度0.05到2.31米，目前呢大部分已经是出峰回落了。2019年我国南方地区入汛的日期是3月6号，这叫多年平均入汛日期4月1号，提前了26天。受到强降水的影响，广西桂林支江漓江水位是迅速的上涨，桂阳至阳朔段的排阀昨天是全线封航。我们来看看具体情况。3月5号，受强降雨的影响，漓江水位迅速上涨，截至15时，漓江市区段水位达到144.51米，超警戒水位0.01米。为确保辖区水上交通安全，桂林海事局决定对漓江全线排阀实施封航管制。至此，桂林市区至阳朔漓江全线1800多艘排阀全部封航，这也是今年以来桂林漓江排阀首次全线封航。针对漓江水位暴涨的情况，桂林海事部门工作人员24小时严阵以待，加强值守。一方面派出执法船艇在辖区内重点水域、重点码头加强现场巡航检查，严禁排阀冒险开航；另一方面派出执法人员前往排阀游船靠泊的码头进行系固检查，防止排阀船舶走锚遇险情况的发生，维护漓江通航安全。
桂林海事部门提醒，目前正处于汛期，天气变化频繁，漓江水位居高不下，广大游客请勿冒险乘坐排筏出行，要选择正确的游览方式出行，如乘坐漓江旅游客船等。从5号开始呢，广东自西向东遭遇了明显的强降雨天气，集中在广东韶关。3月5号的8点到6号的8点，韶关的平均降雨量是71.9毫米，其中最大的降雨出现在了罗坑水库站，达到117毫米。强降雨导致了真江水位暴涨。韶关持续的强降雨导致真江河水位暴涨，上游大量的漂浮物下泄，导致南雄市区河段漂浮物过量堆积。在雄州廊桥工地附近堵塞河道，致使河水通过下水道倒灌到城区青云路、维新路、新丰路等路段，部分路段出现积水。半个小时不到涨满了呀，越涨越满了，店里都要到这里的水了，到膝盖了。在水浸路段，当地交警、街道等部门在现场疏导交通，提醒市民注意安全，并联系浸泡车辆车主，尽快将车辆开走。附近的店主也忙着清扫店内的积水。到5号晚上11点，南雄被淹街道积水基本退去。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预计，这一轮强对流天气还将持续，粤北、珠江三角洲、粤西部分市县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中韶关南部、清远南部、珠江三角洲北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有小到中雨。从3月4号的早上开始呢，湖南省永州市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了大暴雨。受到强降雨的影响，永州市江河水位普遍上涨，较往年提前近一个月进入到汛期。3月5号凌晨2点，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普降大到暴雨，24小时局部降雨量达到154.3毫米，部分农田被淹。强降雨导致江永县城部分路段积水严重，部分沿街门面进水。同时，多条村道被洪水淹没，一座便桥被大水冲毁。江永县交警大队迅速派出警力，进行交通管制，疏导车辆，有序通行。雨情发生后，城管部门抓紧时间疏通排水管道，并加强了雨中巡查。目前雨势已减退，当地道路已基本恢复通行。为缓解上游江永、道县等地汛情压力，6号永州双排县双排水库开闸7孔泄洪。上午，萧水河双排站水位超过警戒水位1.11米。据当地气象部门预报，7号晚到9号，全市大部分县区仍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发生。永州市气象部门根据气候标准判定，永州市已进入雨季，较往年提前一个月进入汛期。目前，当地正全力以赴做好当前的防汛抗灾工作，突出重点防控，确保安全度汛。最近呢，江西多地出现了大范围的暴雨和大暴雨，这也导致了我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湖迅速发福。那么截至到3月5号下午5点半，鄱阳湖的水位上升到了14.18米，比半个月前的通江水体面积增长了很多。进入3月以来，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区面积快速扩大，这对渔业生产带来了好处。今年鄱阳的水涨得很快，提前呢结束了枯暑期，有利这个泥业呢生长繁殖，我们渔民的捕鱼呢更有盼头。不过，持续的降雨也导致江西多地的农作物受损严重。在宜春丰城的洛市镇崔家村，成片的油菜地鲜有油菜花出现。我去年种的油菜100多亩油菜，3月份油菜花就开了，那么有1000到1500株。今年的油菜，降低60%到70%以上。昨天我们是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节气惊蛰节气，那么惊蛰节气当中天气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请气象主播来说一说。早上好，德俏。早上好，龙阳。的确，昨天我们进入到了惊蛰节气啊。惊蛰节气的时候呢，在北方呢气温开始回升，所以呢沙原地的这个土壤解冻，再加上风会变大，所以呢在北方惊蛰节气沙尘天气开始增多。而在南方呢，除了阴雨天气不绝之外呢，雷电这样的强对流天气开始增多，所以在南方这个时候可能会开始听到雷声阵阵了。那未来几天的天气呢，应该说就比较符合这样的惊蛰节气的一个特点。像是先来关注一下南方的雨，未来几天应该说西南、华南以及江南这一带阴雨还是不断，尤其是在江南南部、华南这一带雨还会下得不小。像是福建、广东、广西东部、
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还将可能会相继的出现中到大雨，局地甚至会有暴雨出现。比如说广州哈，未来三天雨都不小，今天白天的时候还将可能会出现大雨。不过呢，这轮南方的降雨不会像之前那样的一眼望不到头，周日的时候南方的降雨将会发生转折，大部地区都会放晴了，而且呢天气放晴之后呢，气温也会大幅度的回升，迎来几天难得的晴暖天气。那届时呢，江南这一带的不少地方将会集体的大踏步的迈入到气象意义上的春天。老杨，我们看到南方是雷声阵阵啊，雨呢是下下停停，那北方呢，在惊蛰节气当中天气会发生哪些变化呢？德强。其实呢，从冬至开始的数九呢，将会在惊蛰节气期间呢结束。这也意味着北方其实在气温方面的大的趋势呢，还是以回暖为主。但是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哈，这个冷空气呢余味尚在，所以呢，有的时候气温也是有所起伏的。比如说昨天，其实北方不少地方出现了降温，但是从今天开始，东北、华北这一带又开始率先的升温了。尤其是东北哈，升温会非常的明显。明天的时候，东北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能够达到10度或者是以上，像哈尔滨、长春和沈阳哈，明天最高气温白天的时候都是有10多度的样子，会达到一个近期的新高。不仅是东北，总的来说，在未来的10天当中，北方的一个气温的趋势依然是以偏暖为主。应该说，惊蛰节气，北方暖意渐浓。好，天气我们先说到这儿了。好，我们接着来看新闻。当地时间6号，法国政府公布了一项新议案，指出政府计划对大型互联网和科技公司征收3%的数字税，此举每年可为法国政府带来5亿欧元的收入。在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指出，引入数字税是为了实现财政公平。因为在欧洲，数字巨头的平均实际税率为9.5%，比传统中小型企业少付了14%的税收。勒梅尔介绍说，新税种下的应税项目包括出售在线广告所得、充当用户中介所得以及出售用户数据所得等，税率为3%。征税对象包括全球数字业务营收不低于7.5亿欧元，以及在法国运营收入超过2500万欧元的企业。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等30多家互联网和科技巨头将受到影响。数字显示，新税种每年可为法国政府带来约5亿欧元的收入。欧盟委员会去年3月公布立法提案，拟调整对大型互联网企业的征税规则。依据这项提案，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均可对境内互联网业务所产生的利润征税，而不是让互联网公司选择在总部所在地一次性交税。但德国对相关提案表现冷淡，卢森堡、爱尔兰等企业税率较低国家则表示坚决反对，导致欧盟的提案未获通过。当地时间6号，位于苏格兰的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内发现可疑包裹，学校随即进行疏散，当天的课程也被取消。这个包裹未经打开，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已由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引爆，尚不清楚这一事件是否和此前一天的系列包裹案有关联。伦敦警方5号称，当天分别在希斯罗机场、伦敦城市机场、滑铁卢火车站内发现3个包裹有爆炸物，包裹为 A4 纸大小，由防压泡沫包装，并盖有爱尔兰邮戳。警方对爆炸包裹进行了处置，同样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目前还不清楚是谁放置了这些包裹。英国警方和爱尔兰警方已经联合展开调查。再把视线转向新加坡，5号，全球首辆12米长的无人驾驶电动巴士在新加坡完成了初步测试。如果测试顺利的话，将在公路上进行进一步的测试。这辆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和瑞典沃尔沃公司联合研发的沃尔沃7900型电动巴士是全球首辆无人驾驶大型电动巴士，长约12米，配备有36个座位，可容纳约80人。这辆巴士的自动驾驶等级为4级，
即可以实现无人在车上驾驶，但仍然受人工操作系统的控制。研究人员介绍，单层的沃尔沃7900电动巴士配备了全球定位系统天线，用于测光和测距的激光雷达传感器和立体视觉摄像机，可以记录周围的三维景象。利用车上的人工智能系统，可以让巴士的定位精确至1厘米，在充满电的情况下可以一路行驶25公里，时速可达每小时50公里。而在300千瓦快速充电系统的帮助下，为车辆充满电也仅需6分钟。研究人员说，这辆无人驾驶电动巴士已经完成初步测试，如果一切顺利，将会到公路上展开进一步测试。而第二辆无人驾驶电动巴士将于今年4月在新加坡公共交通服务提供商管理的巴士站接受测试，测试其自动驶入洗车弯和安全停靠在充电区的能力。我们再来看新闻，来关注金价。近期国际金价曾创出每盎司1346美元的近一年新高，尽管随后开始小幅调整，但截至6号下午15点，国际金价报每盎司1290美元，相比半年前的1160美元，涨幅仍然达到了10%。在这样的行情之下，北京黄金市场也迎来了一个销售热潮。这里是北京菜百商场，虽然临近闭店时间，依然有众多消费者前来购买黄金饰品。国际金价连续上涨后，这家商场也上调了2次千足金价格，目前达到每克353元，但这并没有影响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不快3八节了吗？然后给母亲买了一个。这价格你觉得现在的价格怎么样？还可以，去年价格贵，去年要400多。随后，记者在北京国华商场太阳金店看到，两家商场的消费者同样很多。商场负责人表示，最近猪年贺岁寓意的黄金饰品转运珠受到消费者的格外青睐，销量占比达到约20%，而一些传统的黄金饰品的销售也同样出现热卖。黄金饰品的价格呢没有变化，还是原来的价格，所以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不受影响。我们的销售呢，同期和去年3月份同期对比呢，应该上涨了10%左右。记者在采访当中了解到，投资金的销售相比首饰金提升得更加明显。同比去年2月份，北京几大黄金商场投资金销量则是增长了15%，这是为什么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报道。在北京一家黄金商场的投资金柜台前，记者见到了几位正在购买投资金的顾客。他们表示，最近国际金价的连续上涨让他们看好后市的行情，准备纷纷出手。然后出手了50克，然后那时候金价是293左右，看着是今天不是回调了一点嘛，所以打算再买入100克。有着多年黄金投资经验的刘先生，去年用10万元的本金对投资金进行了3个来回的交易，全年收益率达到30%，净赚3万元。看到今年上涨的行情，他更是坚定了信心。相比之下，北京的李女士炒金经验则没有那么丰富。几年前买了几百克投资金，当时入市价格为每克300多元，之后就一直被套牢。但她最近仍继续买了一些黄金产品。她表示，黄金的保值功能让她并不担心资产缩水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就是说我投资这东西，我去再变卖去，没考虑过。就想着让它一直放着。纵观去年国际金价呈现 U 字形走势，在年中下探到每盎司1160美元后，在美元走弱、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下开始一路上涨，在今年2月份曾一度突破每盎司1346美元，达到数月内新高，之后便开始小幅调整。后期黄金能否重新走入上涨通道还取决于多重因素，投资者需注意风险。目前为止，下面是有较强的支撑，上面呢也确实在1340到1360这个美元之间呢，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压力，所以说呢，金价如果说近期的走势，我估计应该是在这个区间震荡，在1300美元可能再继续上到1300美元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这种可能性还是很大的。3月5号，海南省正式发布了《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
海南将从2030年开始全面禁售燃油汽车。在禁售燃油车的道路上，海南迈出了全国第一步。海南省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规划围绕2030年实现绿色智慧出行新海南的总体发展目标，提出了2020年、2025年和2030年三个阶段性目标，分别是公共服务领域力争2020年实现清洁能源化，社会运营领域力争2025年实现清洁能源化，2030年私人领域新增和更换车辆100%为新能源汽车，全域禁止销售燃油汽车。事实上，对于在海南生活的人来说，新能源车早已不再陌生。在海口市内的一个新型换电站，一辆新能源汽车3分钟就可以换一块全新的电池，再重新上路。我觉得新能源车确实也是代表了未来这个交通工具的发展的一个方向。不过，目前里程焦虑仍然是海南发展新能源车需要攻克的一大难点。主要是担心，如果说开这种新能源车出岛，或者说在岛内高速的时候，突然遇到一些就是快没电的状态。据了解，到2020年底，海南省将累计推广新能源汽车3万辆以上，建设充电桩2.8万个以上。未来，海南将致力于打通环岛高速新能源换电补能圈，实现全岛出行补能无忧。再来关注到云南铁路建设的一个重要工程节点，3月5号，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永仁至广通段全线铺轨完成，为2019年永仁至广通段的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上午9时56分，在成昆铁路扩能改造项目永广段，随着最后一节25米轨牌缓缓落地并完成对接，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永仁至广通段全线铺轨完成。由于全线桥隧比高达85.5%，我们采取机车顶送长距离运输的方式，解决了桥梁架设的难题。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全长860公里，永仁至广通段线路全长127.2公里，全线需要铺轨245.3公里。自2017年3月开始铺架以来，1000余名施工人员昼夜奋战，保证施工进展。成昆铁路扩能改造工程永仁至广通段是云南省8出省5出境铁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我国西部地区与南亚、东南亚地区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意义。昨天上午，内蒙古河套灌区第一楼春小麦在巴彦淖尔市西曲口村开播，拉开河套灌区标准化春播生产的序幕。边永清是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西曲口村民，家里经营着50多亩耕地。由于他家的地一半以上是盐碱地，每年只能大量种植耐盐碱的葵花、西葫芦等经济作物，产量低，效益差。今年西曲口村被列为巴彦淖尔市全域种植业绿色生产示范基地，其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统一为农民提供优质籽种、测土配方肥，帮助农民调整种植结构。边永清抓住这一机会，增加了春小麦播种面积。今年我计划种25亩，比去年增加了10亩。小麦价格高，补贴高，省时省工，又能增加收入。今年巴彦淖尔市粮食播种面积510万亩左右，计划种植春小麦150万亩，重点推广新品种、新技术，增加农民收入。在春播现场，巴彦淖尔市农业部门专门召开春播现场会，吸引了周边农民参观学习。各级农业部门还组织企业提前储备农资，全市已经调入各类农作物种子5000多万斤，化肥25万多吨，地膜2.7万吨，确保春播期间充足供应。眼下呢，正是春茶采摘上市的大好时节，贵州晴隆县就抢先让春茶上市了。在普纳山上，放眼望去已是满山遍绿，春意盎然。茶农3三2两在一起唱着山歌，采摘生长出来的新芽。像我们来了2个小时，然后我们就采了一个8两，我一收入的话一般都是100多块钱。在距离普纳山100公里之外的高岭云雾茶叶专业合作社的茶地里，大场镇的虎村村民李光美早早来到茶园里。在3个月的最佳采茶期间，他估算了一下，预计收入能有上万元。我们一天可以采摘了5几斤茶，25斤，
一个月可以采到3000多块钱，每3个月可以采到1800多块钱。茶，晴隆县脱贫攻坚主要产业之一。由于晴隆茶采摘时间要比浙江、福建等地的采摘时间提前1个月左右，加之茶叶品质好、价格合理，所以就吸引了浙江、福建等地的茶叶商人前来收购。特别是空气好，它一点污染都没有，这茶叶口感也可以。对我们浙江的话，相对来讲的话，优势就最大的优势就是早，哎，最大特色一个早市，很早的这茶叶，每次我们拉出来供不应求，卖的。目前茶产业覆盖晴隆8万多人，其中贫困群众21991人，茶产业的发展将成为群众致富增收奔小康的绿色银行。全县现有茶园面积12.1万亩，土产茶园8.5万亩。2018年生产干茶5821吨，实现产值2.6亿元。由于今年春茶市场需求较大，力争2019年突破3亿元产值的目标。进入2月下旬以来，云南建水县的早熟葡萄陆续成熟上市。到目前，全县已经销售早熟葡萄近3000吨，产值达到6000多万元，主要销往北京、上海、浙江、广东、四川等地。在建水县南庄镇马王庄村葡萄种植户赵伯明的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黑珍珠式的早熟葡萄挂满枝头。葡萄呢是2月25号第一次采摘啊，到现在呢已经采了2次了啊。今年呢葡萄销路呢也很好啊，比去年要价格要好一点啊，而且销路也不错啊，主要是销往那个嘉兴市场和那个广东。据赵伯明介绍，建水县特有的葡萄种植气候是其他地方无法比拟的。他的早熟葡萄从2月25号开始采摘，特级果每公斤28至30元，一级果每公斤24至26元，到目前已经销售了50多万元的早熟葡萄。他所种植的50亩第一批早熟葡萄预计3月10号左右采摘完，以亩产3万元计算，产值将达100万元。2017年，建水县南庄镇被评为中国早熟葡萄名镇。目前全县葡萄种植面积10万多亩，2018年的产值20亿元以上，主要销往南宁、成都、广州、深圳、宁波、嘉兴、重庆、北京、哈尔滨等国内城市及越南、泰国等地，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提升。